命和船在前指引我的方向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是否再找到快乐的地方？哎，我的心里真的有一点点的感动，我心里真的有一点点想参加你们组的宴席，但是啊，我想等我哪天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就回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走了。先生，先生，哎，老大，我们这个月的营收可多了，比我们去年的收入都还要多哎！我们是不是不再要去买那些什么649那些了？对啊，老大，就凭我们哥几个要债讨债的本领，我们一定能再赚大钱。对啊，老大，我们兄弟几个。要债的本领，那可真不是盖的。对啊，哎，帮我拿一下。啊，阿斌，给我看，啊、给他们看，瞧瞧看，超级赛亚人的厉害。好，等等，你们战斗力太高了，等一下这房子都被你们弄坏了。这个，不过我倒是一直有一个疑问，每次看你在这边。坐在那边写一封信，哎，钱就照样收到了，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其实啊，我的文笔是不太行的。那还要说？其实关于那些讨债信，我只不过是把我弟弟写给我爸爸的信拿来照抄吧，谁知道这么有效？哇！你讲话。哇，那你弟的。文笔可高明了。对啊。对了，老大，这个我这边有件事情要向您报告一下。这上个月张三他欠了我们30000块，经过我们特别优惠他，这个月他应该要还我们40000块。但是他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，老大。需不需要我们兄弟几个帮你出面处理一下？张三怎么会有胆子不还呢？找死！我们这阵子在本地小有名气，难道他没听说吗？去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走，走。嗨。你好。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真美丽啦。哦，你好。那个，我跟我爸说过，他说只要是我喜欢的人，全身穿黑衣服，有很多好兄弟、好朋友也没有关系，只要对我好就行。想娶亲，你干嘛一直跟着我啦？走开。真美丽小姐，我。并没有打算立刻跟你做男女朋友，也不能保证以后会对你有多好。什么男女朋友？难道做普通朋友都不行吗？甘俊，你太过分了。哎，美丽美丽，我可以当你男朋友啊，而且我也保证会对你好了。你闭嘴啊，不干你的事。我一心只想飞黄腾达，其他的事可以慢一点。美丽，我现在一心只想要追求你。其他事情可以慢一点。像你这样美貌的女孩，为何不能等我一下呢？像你这样美貌女孩，我一秒钟也不能再等了。女朋友可以慢一点交。女朋友不能慢一点交。可以。不行。可以。不行。可以。不行。可以。我就在跟你说可以啊。不行。我本来就跟你说不行啊。哈？我
事可以慢一点。我是说交往事，我一秒钟都不想再等了。你们，刚一句你太过分，小心我们走。老大，我们回来喽。好，你看。嗯，老大，这次多亏了阿 B 啊，我们兄弟几个，只不过递上他写的那封讨债信，这老张马上就给钱了。嗯，哪里，多亏我老弟温 B 比孔子还好。对啊，果然是上完小学，真的是有差哎，真有差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家刚家大少爷吗？哎，你是谁啊？我们家老大是你叫的吗？喂，阿西，不得无礼。曾夫妇是我的老邻居。刚大少爷。对呀、啊。是啊。我认识你的时候啊，你还是个小孩子，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一个又英俊又撑头的小伙子了呢？是啊，哎呀，我说小刚刚啊，哎呀，不，刚大少爷，哎呦，怎么？一年不见，你就长得比我还高嘞！我说金先生、金太太，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们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家老大夫，我们家公子，很忙的，可以走。有事，拿开点，有事。哎，我说，刚大少爷啊，是这样子的啊、我们是想。可不可以这个？可不可以那个？是这样子的啦，我们呢，就是运气比较差一点。然后呢，牛呢，本来是耕田，偶尔也挤挤奶，可是呢，他就生病了。对。我们还跟你爸借了点。我说，哎，我跟你爸借了犁头。让我们家那些牛耕田容易一点，但是你知道乳牛没用过犁头，所以还是不太顺利啊、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可不可以、这样的，我们想呢，可不可以跟你借一点，周转呢？周转？可是我的利息很高哦。哦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能周转就好。没有关系，利息高没关系。这样啊，阿姨，带金先生夫妇去仓库领钱吧。好，哎，你们两个跟我们走。好、哦，谢谢。英雄好汉在一般，英雄好汉在一般。告诉你哦，我喜欢你哦。哦。